的天哪！这个是这个，图文相符哎。拿好。今天德瑞克又来到台中这一间非常强的烤牛洞煎甜点店，他们家不只有这个现打的这个汉堡排啊，非常的软嫩多汁以外，这个他现烤的这个牛肉洞啊，也一定是非常必吃的一个选项，尤其是这个炸牛超好吃的。另外他们家推出了全新的甜点超级大布丁，我们来咯。这右边的是一般 size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吃布丁啊！吃布丁不是本来就是拿这种汤匙吃的吗？我很害怕它滑下来。你看它的剖面图，它剖面图跟原来的还是一模一样，很扎实的样子。没有消，它中间不是空洞的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，这个是阿北猫。我们在这个影片的这个频道上面，我有开了一个新的频道，那请大家慢慢移驾过去。我们的新频道的名称叫做德瑞克与阿肥猫，好，那之后在那边会上更多我们在出国旅游的一些影片，跟在家吃饭啊，到全台各地吃美食的这个影片。好，那影片加入的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 YT 直接搜寻德瑞克与阿肥猫，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直接在我放面下面的这个资讯栏那边有放连结，大家记得赶快过去哦。哦，好了，拜拜。退休老师。好啦，今天的话又要拍平民系列，从台北开来台中吃东西。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个那种广山收购嘛？我们之前有来吃过，有一间很好吃的那个火烤牛。这一间的话，我觉得算是台中数一数二的一个火烤牛冻饭甜点店。嗯、为什么要叫甜点店？因为他们家的甜点有一点叫做不务正业的喧宾夺主，真的蛮好吃。上次是吃芒果。哦，那它的牛冻虽然是好吃啦，那但是我们不想介绍它的牛冻，我们想要介绍是它的甜点。对，那这一次我们来去吃吃看。啊，还没开，已经有人在排队了。等它开了进去啊。那个药品啊，我们现在要来等，现在好多人在外面等。你觉得大家是来排它牛冻饭，还是来排它的甜点的？人也是大爆满啊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，他写。餐点若是不合您的口味，可退可换，好大的口气。好大，一直换，然后把它拆。我先点一个白饭，我要从白饭，你的饭换到大牛排，再换到甜点。我们刚刚已经有跟那个店家请他介绍一下这次新的你最爱的汉堡排，他们这次跟日本一样，他们是可以直接自己烤的汉堡排。对，然后这就是甜点，你看还不错嘞。虽然我个人在强调一次，我没有很喜欢甜点。但是我喜欢啊，我可以帮你吃。我喜欢。对，这个布丁有点大，就是真的，就是正常在亚洲人、美国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一定要再点冰，一定要点冰。上次我吃的哇，这个好吃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等他的东西先上。你是什么红萝卜啊？不好意思，可是你是什么红萝卜？有吗？有红萝卜吗？有红萝卜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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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点。这一间店的好大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小黄瓜。那么大。他刚才说有一个新的。小布食品是什么？大阪烧。哦，这个。对，而且我们前几天看、那個、大阪烧要加40号。我们前几天才看那个啊，我们看那是广岛烧。那是广岛烧，那个木药木药那个广岛烧。等一下再来问一下老板，你、欸、那个布丁可不可以借我进去拍一次？好啊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很像那个东京有一个阿公的动作哟，对，布丁先生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比你的砂锅大拳头还要大的布丁呢、啊！那个是冰淇淋。这个是这个。图文相符哎、欸，这个是图文相符。你要拿来看。我这边。它上面那一坨是冰淇淋。这个好可怕哦。拿好，有点重哦。啊，这边这个应该是汁吧？那个会不会是汁流出来？
我们餐点到齐了，这个等一下先供甜点好了，怕它等一下融化掉。这右边这个是一般 size， 然后这个的话很特别，它那个上面这个是，这不是蛋黄，它叫什么木什么烧？木浴烧。对，木浴烧，它这个上面是芒果哎，然后底下是奶酪。哎，好滑，好滑！哎，徐佳丽，好了，哦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吃布丁啊！吃布丁不是本来就是拿这种汤匙吃吗？我很害怕它滑下来。我帮你顶着，顶着。哇，香草冰淇淋，嗯，好好吃哦！可是我们不是要吃布丁。你看它的剖面图。它剖面图跟原来的还是一模一样，很扎实的。没有消失，它中间不是空洞的哦。哦，哇，它浓，它浓到是蛋味好重。对，我刚刚想到它鸡蛋香，鸡蛋香，鸡蛋的香味超级重。哎，那你不吃甜点吗？我帮你试试看，有怎么样？这很赞哎。哎，你要加它那个焦糖脆皮，它口感咔吱咔吱的。底下的布丁对我来讲有点浓到爆掉，太重了。很绵密，你加了上面的香草冰淇淋以后，它会反而让那个甜味变得很温顺。哎，这个好吃。我们是等一下要把冰先吃掉，然后底下本体可以打包就先打包。对，因为这个我们本体应该吃不完。最近缺蛋了，然后做整个这个是那个芒果。它外面看起来怎么有点透明？这个层是什么？哎，那都是种寒天料。我以前都这样。哇，好浓的那个芒果汁。上次好像有点这个。它就是奶味很重的那个芒果冰糕，这个是标准安全牌。这个芒果是酸甜酸甜的，所以在综合那个奶酪，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腻。它有酸酸的口感。它是那种气泡饮，它中间这边还有一颗，你有看到吗？还有一颗那个芒果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先让它吃，要不然等一下这个融化掉。然后我们自己在那边爽。小心要冰的。你要冰的来啊？对啊。很浓哦，你有吃到它底下那个本体，那蛋味超重的。你还会，它要是没有甜味，你还真的有以为好像在吃蒸蛋。你想，哎，用好了都我的哦。你看上面烤的是有点焦焦的，然后那个油脂是有点脆化。里面还有一点红红的，但我喜欢这个熟度，这熟度比较好。肉很好吃，肉很好吃哦。嗯，它肉味很好，它的入口是那种很浓的那个酱烧，那个炭烧的那个酱味道，油脂跟那个瘦肉的比例刚好，咬下去那个油脂还会爆汁，那个肉量是加倍的哦。如果你们来点的话，像我们吃一样的。你呢？这肉量要自己跟他讲，都要加倍。他不要这个白饭，好吃 QQ 的。哎、欸，他这个酱很好吃哎、欸，那个牛肉酱很好，很好吃。这个是种苹果咖喱，苹果咖喱我觉得很好，咖喱好吃。苹果咖喱酱也好吃。高丽菜饭跟味噌汤是免费加。对。而且它这个是种威士忌纯的。等下冷泡茶蛮好喝的，威士忌啊，威士忌现在已经凉了。有这个好处就是，这一碟的牛肉，直到后面冷掉的时候，再把它放上来烤。大阪烧，吃吃看。淀粉跟那个高丽菜比例刚刚好，蛮脆的，好吃。因为它上面是美乃滋，是酸酸的日本的那种不腻的美乃滋。来来来。甜点第一名，那个冰沙布丁气泡饮，来自己先选好。来，我先想，冰沙布丁气泡饮还有奶酪。奶酪。对 对，冰沙布丁，一二三一起指哦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先想。好，我想好了。一二三。哎、欸，都不一样哦哟。我跑票。我跟蔡明哲是布丁，因为布丁加那个什么那个冰淇淋真的很配。然后我喜欢这个。你喜欢的是奶酪，因为它酸甜酸甜的，嗯，两种口感。熟食这三个，一二三。
哎、欸，你看我跟陈哲一样，男生女生那个，我们两个是喜欢吃这个牛角排冻，那个真的酱烧味，就是那个什么，他刚咬下去那个酱真的很好吃，那个酱烧那个炭烧味。我你喜欢这个，啊、你上次也是很喜欢这个、啊，我上次也很爱这个，没错，这个也是好吃的、啊，因为很软嫩，对，很软嫩。啊，那你们大家觉得这一间店好不好？我个人觉得它在台中，这间店很好。我们来台中已经吃第二次了吧，还是第三次了？现在真的不错。对，然后那个，如果你们也有在地也有觉得好吃的这种类似像这种牛肉东饭店的话，底下留言可以跟我们讲一下。那我们要继续吃了。等一下我们不一定会把它包起来，然后主餐都吃光光了。好，今天这一天就是介绍给大家在地推的话，最近的美食的话，好，请跟我们讲一下，对，那好。